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转告得用》，我是主持人徐国勇。昨天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庭不小心说溜了嘴，说党内的共识就是要征召侯友宜，引发了轩然的大波。结果他下午连忙澄清，用个记者会说郭台铭还是考虑的人选。为什么是考虑的人选呢？因为第二阶段就是要整合所谓的非蓝，所以已然出局的张亚中今天再度开骂了。他说这个结果就违反了民主的原则。另外，在日本访问的郭台铭则是喊话，政治与经济是不可分离的。哎，这句话都是有点道理呢，丝毫没有受到被人仙人跳的感觉。不过，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有人讲一用办公啊，台语的办公，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不懂，相当于放鸽子啦。不过看到绿营赖清德已经上场就定位，蓝营从上到下是不是更加的焦虑呢？另外，我们看到蒋万安昨天第一次议会做施政报告，因为带着书架上台，哎，这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哈。那对稿子内容也不太熟，所以呢被批成说读稿机。不过稿子至少要看几遍吧，似乎好像也没有看得很熟，好像跟以前的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称为总机，两个人不相上下。所以台北市议员们从他身上挑出了大大小小的毛病，就像社宅的议题，他一问三不知。请问社宅是从中央开始的政策，他当过立委，也来内政部质询过，请问他不知道社宅说得过去吗？所以工作报告又有疑似抄袭的嫌疑，还有里长座谈会迟迟不开，还没有办，上任已经110天了，蒋万安真的是一个有准备好要做一个市长的人吗？最后我们来看中国的建行区，它的通告虽然空中说为27分钟，不过海上竟然还是长达6个小时，真的是造成大家的困难。所以大家在问这个困难、这个困扰是怎么来的呢？自身可以和中国共好的马英九，竟然出现在中共军方宣传的影片里面，哎，怎么这么离谱呢？他会被剪进去，他应不应该抗议呢？马办到底有没有抗议，还是又客随主便？那客随主便啊，到随便会不会这样子呢？相关的议题，今天的来宾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全国的代表，我们的黄鹏孝黄大哥，你好。永哥，大家好。我们台北市议员赵一翔，一翔。永哥好，大家好。我们的台北市议员林炎凤，炎凤。永哥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们的财经专家徐清煌，清煌。永哥，大家好。我们的台北市议员秦慧珠，阿珠姐。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政治评论员张一善，一善。永哥好，大家好。哎，先来看一个，到底郭台铭是有用办公不？他跑到美国去，提早2天回来，现在跑到日本去，就跑到日本去。人家说拍谁？我们已经瞧好了，不是你。哦，下午赶快转口。那他好像又有一点希望，不过会不会最后还是被办公呢？大家看个相关报道。周三中常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头齐声喊口号，营造团结气势。这也是侯友宜上任后首度来到中常会，传出就是内定要由他出马角逐2024。但同一天，郭台铭也出发访日本。他前脚去日本的时候，后脚那个侯友宜就进入了中常会。朱立伦一直对外强调所谓的非绿联盟，而且要针对主要的候选人来排除障碍，那显然只是在排除侯友宜的障碍。但党中央也澄清，提名作业分3阶段，第二阶段会整合包括郭台铭在内的泛蓝阵营，第三阶段还要整合非绿阵营，最晚6月18号前确定。绝对不要误会，现在党中央并不是属意哪一个人，而是说黄建庭秘书长昨天的意思是，现在大家的共识相对来讲比较趋近于侯友宜市长。连蓝营立委都坦承，党内多数倾向尽快征召侯友宜。反观郭台铭在日本的科技经济开拓之旅，最新抛出与前自由民主党干事长众议员甘利明共进晚餐，仍强调帮台湾突破经济困境，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只是在党内倾向明显的情况下，会不会最后又落得一场空？郭董事长是没有参与过台湾任何的一个选举，那所以也有很多的支持者比较担忧，就是如果没有经过相关的检验，那在这样的一个大选当中，那是不是能不能在经得起选战的这样的一个强度，这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谁是最强的母鸡？南投县长许淑华分析，
侯友宜跟郭台铭各有优势和盲点。市长这边啊，当然就是也会有他自己现在任期还没有做满，那当然也会被民进党所来做主要的一个攻击。那加上一些部分的蓝军哈，在这方面也有考虑，那愿不愿意来支持他？我们看看，称赞侯友宜实力最坚强，黄建庭急忙改口来澄清。目前国民党就剩下侯友宜与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这两位主要人选做选择，就看最后郭侯哪一个实力最强。啊，可是不是说还有第三阶段吗？啊，这么一讲就没有第三阶段啊，啊表示这个记者会似乎青菜公公，因为他还有第三阶段所谓的非绿，啊现在只讲到这里，两个最强选一个。那换句话讲，第三阶段只是在记者会里面为了要圆前面说错话的，所以要改口。所以我们再看侯友宜说，为这块土地我要做最大贡献。态势侯明显国民党，谁来整合郭台铭呢？侯友宜说，哎呀，一切尊重党，啊，这有讲跟没讲不是同款。好，我们看看蓝营征召侯友宜。那学者点出四大优势，支持度将有一定的庆祝行情，真的会这样子吗？哎，我们来宾等一下会分析给大家来了解。那么再看看从这里来讲，那郭台铭他说全力以赴，他要到日本去见了日本的政治家菅义明。那分析郭台铭侯友宜的优势及盲点，徐淑娃铺有听到说郭韩佩的声音。不过我们看到柯智恩很清楚的，他认为国民党征召的时间很快会曝光，似乎他是支持侯友宜的。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吧。好，来我们再来看国民党总统人选只有侯郭两个人，张亚中批违反民主精神，偏移形势。哇，党中央违反民主精神，偏离形势，密室操作，开炮了，怎么看？好，违反民主精神这件事一定是确定的，但问题是在于说，现在对于郭台铭跟对侯友宜来讲，请问国民党现在在面对这两个人的时候，你到底是先确定我就是要侯友宜，然后呢把郭台铭纳进来呢，看看能够怎么瞧一瞧可以干嘛？或者说你现在是让侯友宜跟郭台铭放在公平的游戏制度之下，大家比民调，然后根据民调的结果决定谁来代表国民党去选总统？现在大家在看的是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嘛？所以现在这件事情是看起来很明显的。国民党现在让大家看起来，你们就是心里已经先有了侯友宜之后呢，你再把郭台铭给纳进来，不好意思说是拐进来啦。但看起来呢，我觉得这里面对郭台铭来讲，各位去想一件事情哦，等郭台铭都跑到美国去，跑到日本去了，然后才这个国民党党中央才一大堆新闻出来说，哦，一下子黄建庭讲，看起来态势很明显就是侯友宜啦。要然后呢，另外还有这个联合报帮忙加注说这个。礼拜三的中常会就是为侯友宜的暖身造势大会，哇！这个新闻一写出来，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郭台铭看到的话，你心里会不会觉得你就是被耍了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到底是哪一种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各位不要忘了，对郭台铭来讲，他在蓝营的选民里面，那有一大票的郭粉在里面，他的老虎军团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支持他的哦，这是事实哦。然后呢？对于国民党来讲，除了在这个郭台铭这一块，连韩国瑜的韩粉这一块看起来也没有整合的很透彻嘛。所以呢，这一次我现在这里面要给大家看的图哦，你看到今天呢，现在大家就在好奇一件事了，到底是你要把郭台铭、侯友宜叫过来一起来谈整合的问题，还是你已经确定是侯友宜了，你只是叫郭台铭来整合、被整合？哈、哦，来整合跟被整合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而且是来背书，不是被整合，是来背书。所以你看哦，这里面我才会下这个标题，到底你是不是先侯为主啊、哦？把先入为主的入改掉，你是确定先侯为主了之后呢，你才找郭台铭来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媒体也下这个标题，很明显，国民党谁来整合郭台铭？侯友宜说一切尊重党，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来，关键在哪里？我们这几天最大争议是在于说，请问国民党的你的制度到底是什么？国民党在4月5号郭台铭宣布说这个他要争取国民党这个选总统，而且已经表示道歉之后，各位要看他的声明哦。郭台铭声明写得很清楚哦，他里面呢除了感谢朱立伦跟连胜文之外呢，他也特别向国民党员道歉啊、哦，为了说他退出国民党道歉。可是你注意看哦，这里面他提到两次民调哦。他提到两次民调、哦、来你看第一次这边讲说，你看郭台铭能不能被国民党征召在于民调的呈现，所以他拜托大家接到民调电话要表达唯一支持郭台铭。那第二次在这个地方你看哦，他说如果最后的民调、哦、侯市长高过我的话，国民党决定征召他，那么我会全力支持侯友宜。换言之，郭台铭决定说他要全力支持侯友宜，假设是征召他的话，前提是他侯友宜的民调必须要赢过郭台铭。好，问题来了，
四月五号，这个郭台铭这边声明丢出来了之后呢，国民党同一天出来的是告诉大家说，这个民调的公司呢不会公布，民调几家不会公布，然后民调用多少样本也不会公布，那民调内容也不会公布。那换言之，对大家讲，什么都不公布。那什么都不公布的话，那就是盖牌嘛。那盖牌之外，哎，更妙的来了。四月五号这一则国民党的这个对民调的新闻出来之后，四月六号的时候告诉大家把耐打度给加进去，哎，候选人耐打不耐打这件事，我请问大家，这件事要怎么样把它放到民调里面去啦？像彭孝哥现在笑得非常的灿烂，彭孝哥，你去想一件事，难道我们要叫郭台铭跟这个侯友宜两个人站在前面，让朱立伦两个打几拳，打到最后没有倒下去那一个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因为他最耐打，是要这样子吗？应该不是吧？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耐打度是要用什么方式去决定。所以耐打度很显然你很难找到客观的指标，而且后来国民党跑出来的讲的更多了，为什么？因为国民党任何一个在上节目的人都无法确定国民党党中央是不是郭台铭跟侯友宜，就是比民调这件事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统一的讲法是，当然还是会参考民调。哎，当然还是会参考民调。这句话意思就是，民调是参考，但我请问一下，那个他所参考的指标只有民调而已吗？这句话显然保留了其他空间在里面，显然不只是民调可以作为最后征召的工具。那换言之，其他的所谓不只是民调是什么东西，没有讲清楚。那没有讲清楚的话，就有可操作空间，请问谁来操作？党中央可以操作嘛？党中央谁可以操作？朱立伦可以操作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件事情讲出来之后，所有国民党人上节目的人现在想办法帮国民党在圆的时候呢，第一讲不清楚是不是以民调为依归，第二个哇，现在对于民调这件事情哦，你说这个是不是安排特定哪一个时间，大郭台铭跟侯友宜来比民调？比如说假设五月哈，大家就瞧五月底的时候，五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的时候，就那三天的时间，郭台铭跟侯友宜来比民调，这很公平吧？正常是这样子吧？哎。结果国民党上节目的朋友怎么讲呢？他说这样不行啦，他说这样的方式哦，看起来虽然公平呢，可是你会造成党的分裂啦，因为这样就像是另外一种初选的味道在里面嘛。那有初选的味道的话，这样党就会分裂啊。哎，不是，你现在在告诉大家的是你要比民调嘛？啊，现在要比民调，你又不肯告诉大家你比民调的时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你可以想见一件事哦，郭董现在是很认真的出访日本哦，他去见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我们讲说日本的众议员菅义伟，哎。这个不是小人物，哎，这个是日本众议院十一连霸的议员哦，当过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哦，跟日本的半导体政策相关哦，而且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菅义伟，他在前几年的时候呢，他做了两个表态，第一个，他表示日本在半导体方面呢，不用想着要超越台湾，跟台湾合作就好；第二个，对于美国美中之间的科技战呢，他也赞成日本要跟随美国的脚步，对中国进行管制哦。那换言之，郭台铭是去找这样的人跟他一起拍照合照，然后同时讲出经济跟政治之间很重要，密不可分。那换言之，郭董，请问他有放弃想要选总统了吗？没有嘛？对他来讲，他选得很认真哦。所以选得很认真的情况之下，如果国民党到最后耍他一圈，跟他的声明讲的不一样，你们不是以民调作为唯一的考量的话，那对郭董来讲，他有没有可能有脱党啊？他也没有脱党的问题，因为他现在根本也没有国民党党籍，他有没有可能继续往下选的空间？这个其实就是真的世事难料。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侯友宜动作也出来，侯友宜支持他的人现在也一直在放话了。我们看看郑丽文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有可能非国民党党籍的人士吗？非国民党党籍的人士不可能吧，这个意思啊。所以要尽早征召侯友宜。所以我为什么特别在讲说，看起来那柯志恩应该是支持侯友宜，因为柯志恩访美接他可能出局的原因，国民党征召时间点曝光，其实这里面的意思是比较偏侯友宜的，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义善怎么来看现在国民党这个会不会把郭台铭办公，这个办公就是放鸽子啦，呼隆呼隆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哎，郭台铭会不会火大？哎，你要我道歉，我也道歉啦。我郭董是什么人物？曾几何时去跟人家道歉的？这下子道完歉以后还被耍，哎，你还管我？所以年晃昨天在友台上面说嘛，他四年前叫做那个年轻气盛，然后四年后叫年少无知，越来越年轻哈。我们恭喜郭董。要说的是，国民党四年割一次
郭台铭的韭菜啦，哈，让郭台铭以为国民党有可能征召他，所以他才会在四月五号里面道歉兼宣布参选嘛，宣布参选，但是他也知道，因为他等不到国民党一套办法，因为国民党根本没办法啊，所以国民党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自己定一个办法。刚才清王也讲得很清楚嘛，就是民调，他就是在说，如果国民党提不出一个好的办法，那我郭台铭就是跟侯友宜比民调，所以他也很认真打选战哦。他为什么去跑去美国？他在跑去美国的意义在于说，我跟马英九的亲中路线是不一样的，我跟美日合作，而且要减少依赖中国，这是郭台铭他出访美国的目的。他出访日本更精彩了，他出访日本特别提到一个人叫做 Sam Altman。为什么叫 Sam Altman 叫 Open AI 的执行长？为什么就针对你侯友宜根本不懂 Open AI 嘛？根本你提奥特曼的时候，你只会打击犯罪，什么要防范诈欺，这个是所谓的内政层级跟所谓的国家的经济科技的发展，你完全不懂。所以我真的奉劝郭台铭，真的如果要选下去，你直接叫板日本回来之后学徐小新，直接叫板侯友宜来一场辩论。好，来一场辩论之后来比民调，定一个时间比民调，我觉得郭台铭会出现。但是国民党不是这么想的嘛？国民党怎么想？国民党其实连一套办法都没有，他也不是所谓的二阶段整合，他也没有提出办法，什么质化分析啦，什么非绿整合能力啦，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都跟量化的数据无关，也不是定一个期间，这个期间里面去做一份的民调，不像2014年民进党定一个办法哦，中执会讨论了将近半年跟柯文的整合，后来民进党先内部做民调，提出姚文智，姚文智再跟柯文哲再 PK 一次，比民调的结果才让所谓的不提名，在台北市所谓的不提名来礼让柯文哲，这个是民进党办法，但是国民党现今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回来，好，我要讲的是说，如果未来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国民党会面临很大的危机啊！因为刘家昌都说，经济蓝跟知识蓝是不可能支持侯友宜的，因为侯友宜会后做台基，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一块有可能会被郭台铭带着走。那郭台铭会不会跟柯文哲合作，还是自己联署？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本土蓝他已经得罪傅昆萁把他所有的国民党本土派的人都打成黑金，那你这样的情况下，本土蓝会不会支持你？这个不用说深蓝了，现在深蓝所有的深蓝都在支持所谓韩国瑜嘛，所谓非韩不投嘛，无韩交友。到最后，所有的深蓝会不会因为你侯友宜出来参选，到最后所有的深蓝这一块完全不投票？这个是有可能国民党提名侯友宜的后遗症。其实我们从以前的总统初选，每一个党派，尤其是民进党跟国民党。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要参加总统候选人的初选，都有辩论，都有民调，都有相关的，其实都蛮清楚的。所以你看看都要辩论嘛。甚至你看民进党跟当时跟柯文哲的合作，让柯文哲能够打败连胜文选上台北市长，其实也有辩论呢，也有民调呢，各方面都是很清楚的规则，清清楚楚。我记得那时候在电视辩论了两场，非常的清楚。辩论两场还是要跟姚文智他辩论哦，都有辩论哦。啊，事实上国民党在总统的初选也是有辩论，那民进党也一样都有辩论，这一次连辩论什么都没了，所以你看这个人很火大。张亚中说，党中央违反民主精神，便宜行事，密室操作，四月16日将以明年以后为题发表张亚中参选总统理念与政策说明会。因为你没有辩论的，干脆来自己说明会。不过还有更好玩的，阿朱姐，他都要其实一三都讲到了，还后来不是前几天呢加入一个什么质化分析吗？哦，啊，当然前面有耐打度了哈。刚刚那个清长有提到，我问了很多人，包括其实我也读过很多的统计学，我到现在搞不清楚，这个质化分析是什么东西？他也没有讲说这是什么东西，标准在哪里？所以这样子郭台铭会服气吗？目前为止，郭台铭至少他对于党中央没有任何的抱怨呐，哈。那朱主席曾经提过，就是国民党有自己的方法跟节奏，我们不会拖，也不会照进，所以请支持国民党的人不要焦虑，也请不支持国民党人不要见缝插针，哈，自己在那边啊画休啊，帮国民党假装很着急的样子哦，这种话我们听听就好了哈。那我先还原一下国民党在这个昨天黄建庭讲的那番话。其实那个场合我也在，因为他是我们国民党哈、公教军警校的一个委员会嘛哈、所以呢秘书长就去了，他看到这么多的自己人都是老朋友，大家关心嘛哈、所以他就讲出来了。那没想到他这样的一个讲话呢，被媒体啊、
去外面报道了，放大了，所以他下午就赶快来重新补充。他说他早上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他提到就是说在三月份的时候已经在国民党内做了很多的征询，党内大概比较一致的会支持这个侯友宜。那现在他们要做这个非泛蓝的泛蓝的整合，所以四月份这个阶段就是整合郭台铭。那接下来第三个阶段就是非绿的整合，非绿可能就是跟民众党或其他的五党去做整合。那我们再回想一下，三月份的时候，我们主席有没有去拜访马英九、吴伯雄很多的前任的主席跟大佬，然后也请着黄建庭去拜访赵少康、拜访张亚中、拜访很多的立法委员，问大家我们是要初选还是征召，然后哪一个人选比较好，最后定调就是我们要用征召的方式，不打内战，不用初选。这个部分也在中常会通过了。那在这个当中，其实媒体也曝光，就是说在这个征召的过程，国民党的39个立法委员，据我所知道，大约三分之二比较倾向于支持侯友宜，三分之一倾向支持郭台铭，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现在呢，我们看郭台铭，他在二月八号去看这个星云大师的这个一个往生的这样的一个告别式的时候，他有提到说等国民党的一个办法，然后之后他就静悄悄。以这个郭台铭的个性来讲，他其实在二月八号以后三月，他没有任何的动作，也没有全程走透透，也没有做其他的什么事情。四月五号，他才说他要参加国民党内初选。如果说这个他的民调高的话，那么他就希望国民党来支持他。如果他的民调不如人，那他也是会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阿朱姐，你没有回答说什么叫直化分析呢？所以我还是很想知道什么叫直化分析。我现在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以我们党里这样的一个布局，他一定跟每一个总统候选人谈过，就是说我们会用征召的，不用初选。征召的办法是一二三，这个征召的办法，第一个当然是民调。第二个可能做每一个人优缺点的分析，还有就是说对每一个人他是不是能够赢得国民党的这个立委民代党内的这些基层的支持，以及赢得泛蓝的共识，这些就是所谓的耐打度直化分析。我相信这一套办法一定都跟这些候选人沟通过，特别是跟两个主要的候选人侯友宜跟郭台铭，所以他们其实都知道。那其实民调现在持续都在做，民调没有公开说我几月几号要做，就可以杜绝一些灌水的民调，比如说一些不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他去投一些这个，比方说他去做一个逆向的操作。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说，这一套国民党内部其实做得很仔细、很完整，外人不知道。见缝插针的见缝插针，焦虑的焦虑，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大家要以平常心看待。特别是我觉得说，除了张亚中出来表达一些意见之外，喜欢放炮的赵少康最近也没有放什么炮，然后侯友宜跟郭台铭他们也都是默默的在做他们的努力，配合党中央。那为什么郭台铭要去美国、去日本？因为他知道国民党持续的在做民调。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两个小媒体公布的民调，郭台铭已经超车侯友宜，超车他2%左右。所以我觉得说这也不排除，郭台铭他对自己还有一些期待跟抱持一些信念。我还是一句话了，这个怎么看呢？问了很多人，包括问的国民党自己人，他都讲了一句话，在我们节目说，我喜欢你讲什么叫直化分析，而且那个都还那是国民党里的破书呢，那是国民党政治学博士呢，那是太外行的人，所以他还读政治学的，而且是拍谁呢？都是常春藤的呢。一讲哦，看不啦，唔知呀，他还坦白的承认，因为他所以其实跟阿朱姐的，他们不了解国民党内部的作业情形嘛。听不讲什么叫直化分析啦，那些是正经文要听不，所以伊想。所以换句话讲，郭台铭如果真的在做民调，真的在做，其实郭台铭这个时候跑去日本，然后呢，他当时从美国赶回来是知道说，民调这几天要开始做，所以如果就现在就在做，那显然跟郭台铭去美国去日本，这是矛盾的啦。所以从这里怎么来看呢？勇哥，我先跟勇哥报告一下，什么是这个所谓的直化分析，或者是耐打度啊，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让大家听不懂的名词。为什么让大家听不懂呢？因为现在的一个民族的精神跟机制，这国民党这边呢，其实就等同于中国的民族跟北韩的民族精神，也就是什么？是内定式的民族。我今天我的结果已经选好了，我只是把过程要弄复杂到大家觉得我的结果是合理的，我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要让大家听不懂，全部都听不懂。但是我跟他说，我们有经过这个民调，我们有经过耐打度、直化分析等等等等，这是产生出最好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早就已经预定了，根本这个所谓的民族精神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要讲的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今天我认为郭台铭如果他是一个真的非常厉害的商人，而确实他其实创立的鸿海是一个全球大的集团，但是今天他怎么会不了解说，今天他加入国民党这样子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早就已经产生出的一个结果来了，而且这结果绝对不是他。今天的结果我想大家非常清楚，我其实跟观众朋友报告，今天大家看所有这些国民党的民调灯，但是结果仍然就是侯友宜了。其实真的不用再说了，结果就是侯友宜了。这是说郭台铭怎么会不了解这个情形？所以我觉得郭台铭他有一个超级大的误会，他的误会就是说，我今天去美国，我展现出我可以处理台美关系、拼外交；我去日本，展现出我跟日本很多连结，可以拼经济。但是今天国民党的机制不在乎你这些事情，大家只在乎你能不能赢。我说这个应该是蛮公平的吧，对不对？为什么国民党可以这么清楚了解说，今天国民党只是在乎有没有赢呢？因为你像过去的选战，2016年，如果真的在乎民主的话，就让洪秀柱选到底了。洪秀柱是国民党一个非透过既定程序出来选出来的一个总统候选人，结果到最后一个阶段就被换掉了。为什么？觉得他不够强，不让你选到底了，就让朱立伦去选。2020年，韩国瑜才刚刚当选高雄市长，所有人说你高雄市长不适合啦，刚才就职，什么事都还没做出来，迪士尼、耍性格、熊东西还没做出来，他要去参选不适合。国民党认为他民调高就一定要给他选，为什么？我就是要打败民进党。所以这一次的选举很简单，今天如果侯友宜这个国民党认为他是可以打得赢民进党的，你不管怎么样，郭台铭做出多少努力，说要跟经济蓝、跟知识蓝做出连结等都不重要，因为最终就只有侯友宜可以获得提名。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重点，就是我认为所有东西，我们是一个民族政治嘛，所有东西都要画一个对比，都要画一个反观。我觉得要对比到今天，我觉得民进党的作为，因为民进党其实昨天我们这个赖清德副总统已经正式获得确认了嘛，要提名成为我们总统候选人。其实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论述，就是我们是 DPP 嘛 ，DPP 是民进党的英文名称。D 是什么？是 Democracy， 是民族。P 是 Peace， 和平。另外一个 P 是 Prosperity， 是繁荣。这就是民进党的原则。民进党不是说我今天是要反对国民党而当总统，我今天不是说我要筹组反蓝联盟，所以我要当总统，不是。我要领导这个国家，就是我要带领他前往民族、和平、繁荣，这是民进党的原则，我们一定会照我们的民族原则去进行的。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跟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差异就这样，国民党是没有原则的，没有中心思想，我只要可以赢，我就可以获得提名。但是今天民进党会提名赖清德，就是相信他可以带领台湾前往更好的一个道路上。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国时报怎么分析啦，中国时报的新闻透视说，绿营全员战斗，全员战斗，蓝营还在挑选投手，那么国民党老想着和党外整合，本末倒置。朱立伦、黄镇宁口中要整合泛蓝非绿阵营的说法，就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说法，除了是一厢情愿，其实都是政治算计，人民不会买单的啦。甚至说出光靠国民党本身没有办法有把握来打赢这场选战，这一种丧气话，更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看看民进党说赖参选就定位，绿委打联合作战，赖清德确定台湾的定位框架，所以小笠原哦，在日本那个学者他说抢占了大选的先机。所以哎，黄大哥怎么来看这个蛮有趣的，我还是看不懂国民党到底他的规则在哪里。连国民党哎，张亚中嘛是在政治上的破书呢，他也搞不清楚什么叫直化分析，搞不清楚什么叫做耐打度什么，所以他说他要出来做政策说明会啊。其实我们对国民党的这个总统人选的产生的这个过程已经关注很长一段时间，不光只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啊，这各电视台的谈话性节目的关注，一般的社会大众大家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啊，怎么这个人家说歹戏托棚也好啊，或者说是喝酒顶暗队啊也好，对不对？怎么会
这个啊吵吵闹闹，然后这个高来高去，又像宫廷剧啊，又像侦探剧啊，这最后啊来一个剧情直转直下，这几天的状况就叫做剧情直转直下。嗯，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之前也没有很确定讲啊就是侯友宜。哎，如果说早党中央早就胸有成竹就是侯友宜的话，那干嘛拖这么久啊？那是不是变成一棒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这里面啊有猫腻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猫腻了什么呢？就是说今天能够做最后决定的难道是朱主席吗？啊，他有这种能耐吗？啊，还是国民党后面另外有一个背后林啊，更还大波哎哦，你看啊，这个时间点呢、啊，你像刚好啊，国民党的前主席啊，中华民国哎不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啊，从大陆啊祭祖回来，哎，时间点是不是很刚好？嗯啊。马英九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大家要看有没有听得啊，听出他的问题所在。他说：“人选不重要，重要是路线。”哦，人选不重要，重要是路线。所以说，哦，这个这里面就、啊、是不是米家的家？米家的家，我们丢。哎，说实在，稍微懂得点选举的人呢、啊，都知道说这一盘哈、啊，国民党要获胜很难呐、啊。嗯啊。所以，那换言之，就是有人认为说，这叫啊，哎呀，别呀，不要紧。不过，我们要把路线讲清楚。这个路线是什么路线？哎，你看啊，马英九到中国去的路线，嗯，就是国民党这次选举要走的路线。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侯友宜，我们都知道说，他的这个。对于两岸论述啊，国际关系的一些问题，他的主要的军师都是马团队的嘛，苏起啊，对不对、嗯、啊？所以说就是九二共识的啊。所以说嘛，你看哈 啊，好像剥笋壳一样，一层一层剥到最后，哎，剥出一个苏起来，剥出个九二共识，然后再剥下去啊，哎，马儿啊。跃然而出哦，所以侯友宜可能就是九二共识复活的，叫做执行者还是什么者啊？因为第一个，说实在，你说叫郭台铭啊，你要他怎么样，他没有这么好听话了，啊、对不对？但是侯友宜说实在啊，他在这方面他比较陌生呐、啊，对不对？所以说啊，人家叫他怎么讲就怎么讲，他也提出来了啊，他说。求同存异，各位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熟，对不对？很熟悉，谁讲过啊？不就是以前老蓝蓝啊，从连战啊，马英九一路下来，就是国民党啊跟共产党啊，国共再次合作的基础就是求同存异嘛。哦，所以我觉得说今天这一局，我们真的大家要注意观察啊。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知道朱立伦跟侯友宜之间啊有一些啊过去的这个恩怨情仇啊，有一些的心结等等的。那、为什么朱立伦突然之间就变了？然后他点起啊，你好几个人点起啊，赵少康点起啊，刚才阿朱姐也讲了嘛，对不对？啊，你看很奇怪啊，以前一些很有意见的人，突然之间都点起，因为路线确定了，所以就点起啊。所以说嘛，哦，我们强哥也是政治老手啊，对，真的啊，深入观察就发现说，表面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好，我们来看看，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让大家了解说蛮有意思的。我想到刚刚在提到这，我想到国民党现在的选举啊，就像我小时候在读的武侠小说，我从五六年级就开始看武侠小说。不是看漫画的，看小说。其实我记得哈，那时候小时候看不太懂，说哈这个男主角哈，为了要报仇，练了很多的功夫啊，因为敌人的功夫也非常好，
哦，所以练了很多功夫，为了学功夫哦，看了好几本，都是为了学功夫。碰到什么什么，最后两个人终于见面了，要报仇了。哦，敌人来了，武林高手，这个也是武林高手来了，要见面。两个人打的哦，什么黑天暗地什么啊，到底谁赢谁输？嚯、哦，下集分享就一翻开，你知道他最后一句是什么呢？也不知道怎么一转，那个敌人就被杀死了。也不知道怎么一转，哎、欸，练的功夫都没讲啊。啊，所以啊，我发现这蛮有意思的哈。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看看周日决战党员投票，徐巧芯、费鸿泰全力冲刺。那费鸿泰、徐巧芯说：“我自办政见会，我有参选理念，哦，支持年轻世代进国会，邀年轻蓝站入口。”所以我们看看呢，在这里开庭呛绿营侧翼，发3000份爆米花，哦，这个动作不断。不过一句话。这个四两拨千斤，我们的费鸿泰马上说：“朋友还是老的好啦。”结果呢，他马上一句话：“战将新的也不错啦。”所以啊，从这里其实也看到说，欸、国民党在这里开始，但至少这个还有规矩。嗯，哦，党员30%，民调70%，至少这个有规矩哦，也不必直化分析哦，也不必什么耐打度哦，都不必哦。那为什么他的总统候选人要呢？然后呢？所以从这里又看到了蒋万安首次的施政报告，蓝绿火爆攻防战。所以我要从这里来讲说，哎，不管怎么样，蒋万安还有看到徐巧芯，看到费鸿泰整个的选情各方面，这一些会不会影响到整个他们总统候选人的整个的进行啊？所以啊，看到了人家是有辩论的，有说明会的。人家施政报告至少讲清楚，蒋万安也有辩论啊，那为什么他们的候选人总统候选人什么都不必呢？突然间征召呢？怎么来看呢？严凤，其实我觉得国民党这一场乱局，我举一个例子啊，不管是他们总统的选举或者是立委的选举来说，哪有那一种就是我在办一个考试的比赛的时候呢，然后评审就已经先跳出来跟大家讲说，我认为第一名的人选有可能就会是谁，好，然后呢，谁最有实力？那真的是公开的舞弊了嘛，不是吗？在考试的过程当中，那现在国民党的这个总统选举就是这样子的啦。那刚才讲到立委的选举哦，这个徐巧芯跟费鸿泰，其实当初他们在哪有这种登记了之后才公开这种初选的办法？这个在民进党里面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因人设事啊，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费鸿泰跟徐巧芯的这个立委的选战，哈，其实我觉得在国民党年轻的世代跟他们这个上一辈的这个对立来说，其实在今年的选战其实是越演越烈。其实你在台北市看到有很多的选区，国民党的这个年轻世代、中生代就是都是要出来挑战嘛。那我觉得徐巧芯基本上他就是认为他自己不可为，但是他还是要为之，因为三成的这个党员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呐，吼，所以他在投下去的时候，他全民调70%，伊啊赢噶有法度去 cover 伊的30%的民调，较有法度啦。上无规矩啊，最少有规则，是至少有规则。后来才公布了这个规则、啊，所以我在蒋万安说，他在至少蒋万安在选的时候有辩论，是哦，上无嘛辩论啊。然后呢，他至少要施政报告里面也要接受挑战啊。蒋万安的施政报告，我这个勇哥现在问我，我重新来讲一下啦，就是他昨天是我们第一天台北市府的施政报告，大家在讲说蒋万安是读稿机啊，我认为他不仅仅是读稿机，我昨天还发现其实他是影印机。如果假设他再加上总机的话，他可能就是一台很全能的事务机。好，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昨天施政报告相关的报道，好不好？好，来，我们看个相关的报道来。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西林综合大楼为什么要改建？过于老旧。错。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你要看小抄。出示政题考蒋万安、万华三大案，三题错两题，民进党议员刘耀仁空不用功，还要靠小抄。我蒋万安听到这句话，彻底爆气。昨天民进党送你一句话，就说当选靠阿公，对不对？而且市政不用功，我是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好了，我们都是透过民主的洗礼。重点在后面，请尊重台湾的民主，为选民争取建设没有问题，天经地义。讲道理啊，为接受议员的指教，为什么会这些我们都会正视首长也好。我觉得要等100天。高分被反击，麦克风套还挥到地板。不过当议员问到双城论坛和北市国小合唱团轮春晚统战工具，曾万安又再度动怒反呛。教育局先去跟学校了解清楚。我们才能下一个定论。不是盲目
我们必须要了解事情的原因，不能过早的下定论。但如果结果出来，该做什么样的决定？麻木了，市长。如果议员只会一味的扣红帽子，大家不会接受。会尽可能的在创造有利的条件，让双城论坛持续办下去。咨询时间，你一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议员，你问我，你要给我时间回答。你一直还是不断的在讲废话，你连你自己所说的三个条件，你都不敢说，你到底要不要来？我们的原则就是对等、善意、互惠、尊严啊。好，现在时间暂停。因为我讲了三次，所以表示非常重要。钟安调整回应，也让议员轰不要讲废话。议会被询第二天。阿公喊两岸议题似乎成为他的最大重点。我们看一下蒋万安首次的施政报告，蓝绿火爆攻防战。那我们看看绿怎么讲，讲当选靠阿公，市政不用功，无感市长施政调查被等等。那国民党当然做全力支持，他说虎鲸为民做牛做马，给他这个对联。所以昨天这个攻防战蛮有趣的。那首度的施政报告，蒋万安带书架上台 IP 读稿机。不过带书架上台倒是第一次看到，有稿是很正常的，不过用书架放那里，这也倒是蛮奇怪的，因为带着他要讲的讲稿，这就是很正常的。那我们看看英伟怎么讲的，蒋市长施政报告为求慎重，所以准备稿件和资料备用，也没错啦。不过那个书架还是讲那个书架。然后严凤怎么讲，在我们现场他说有关卫生局跟联合医院提交的工作报告，竟高达6584字，抄袭柯市府时期的内容，甚至连年份都忘记改，还用旧的年份，这个就有点奇怪的了。自家立委也不挺吗？他说记得把笔记本放到旁边去啦，可以带的坑边啦，卖坑咖贡架子放在那里。那当然，王敏生说，蒋今年7月才要举办里长座谈会，到现在还没办。所以严凤，怎么来看？你怎么会讲说他有这么多抄袭，甚至连年份都没有改呢？其实因为像昨天的这个施政报告，我觉得蒋市长基本上他是表现不专业，态度也不认真，而且他也不懂得要藏拙。刚刚讲到的这个读稿机的部分，现在的科技其实很进步，我们没有说你不能看稿，但是现在的科技那么进步，你可以用一个 iPad 吧，你不用把一个那个书架放在那么高的地方，然后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你在看稿啊。所以我觉得你在面对议会的质询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态度是如此的敷衍啊？那你明明可以好好的证明你自己的能力，但是你浪费了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第二个部分，我昨天在施政的这个 提出的这个质询，我就问他说，卫生局的这个工作报告，因为在第一个会期很重要的工作，除了质询以外，就是各部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嘛。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到底有没有看过这些工作报告？他说有。而且我说，那这个是你看过，而且是你核可，就是送到议会来的嘛？他说对。好，结果我说，那你允不允许抄袭？他说我不允许。结果就被我抓到了。就前言的部分，这个是我昨天调出来，这边是这个蒋万安市府送进来这一次第一次的工作报告，左边呢是柯文哲在去年第八个会期的工作报告。你看到前言其实就等同于我们的这个论文的序论，你一打开你就知道说你这一本的工作报告你的重点到底要讲什么，都在所有的这个前言里面嘛，会把它讲清楚。结果我就发现说，他除了把台北市长柯文哲这几个字拿掉以外，其他我划线的地方全部都是整段照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听说连年份都写成柯文哲执政的年份。年份的部分是在他所谓的未来的施政重点，好，这一页里面。那你蒋万安，你的未来的施政重点怎么会是跟柯文哲的未来的施政重点会一样呢？那包含这个年份的部分，大家看到柯市府这边，因为他是民国111年没有错嘛，就他今年送来，今年已经民国112年了，他还在民国111年，所以就代表说他就是完全的复制贴上嘛。那你连改你都不改，那我提出了。这个证明了之后，我问蒋万安市长，那你刚刚不是说你有看过吗？那你也不认同抄袭，结果他就开始跳针，恼羞成怒。嘿，恼羞成怒。OK， 好。我都没看过，讲你家己做唔到代志，去让人别坑了，够接派的啦，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做这个议员的职责，而且你说延续市政，不代表你可以抄袭，这个是一个重点。如果抄袭可以的话，你今天送
第一个会期这一本进来，你往后的四年你都同一本进来就好了，只要把数字改一下，其他文字都不用改，这样有合理吗？我们来看一下，我记得他当时啊灯会多少钱，他已经当市长了，灯会多少钱他不知道，好、哦，然后再看看遭抓包工作报告竟抄袭前朝，连年份都没有改，蒋万安罕见动怒，跟林林凤激辩，而且他说这个报告他是看过的，哦。不允许抄袭，结果被抓出来，就是跟他讲的不一样。公务群组提供给立委、议员批北市府区公所变成了蒋公所，啊，这个很奇怪哈。涉宅的议题一问三不知，蒋万安求救局长救火又失败，因为局长似乎也不熟。问题是涉宅是中央重大的政策，单单在中央已经讲过多少多少次，国民党来质询多少次，你那时候是立委耶。你可以说不知道吗？好，我们再来看陈抛中正纪念堂转型，蒋万安说改名属于中央职权。你抛出这个说你要处理，结果现在丢给中央，你不是要处理吗？那如果丢给中央，当时为什么中正纪念堂的围墙，你台北市政府在郝龙斌的时候要把它列为古迹？中正纪念堂围墙会是古迹吗？他把它列为古迹，不准人家拆，那不是你台北市政府可以有的职权吗？你为什么不做呢？再来，内湖枪击案72小时未破，里长座谈会未办，议员轰蒋万安说无感市长。不过里长座谈会未办，这是不应该。内湖枪击案72小时未破，就给警察一点时间了，因为我当过内政部长，比较听警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所以要给大家看这个。王世坚讲师上第一堂课，王世坚送小熊螺丝起子给蒋万安，判酸锦螺丝，这个蛮有意思的，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这边我们有还有台北市议员有两个，哎，一翔先来怎么讲？我想真的是送一个螺丝，其实蒋万上任已经110天了，已经不是11天了。如果11天的话，大家觉得说好吧，算了，你要给你一点时间表现。110多天，其实老实说，已经这个本年份已经差不多过了四分之一左右。结果你无论是针对各项的议题，刚刚其实严凤也提到，你连督导你自己的一个工作部门的工作报告，你都督导不了。而甚至于我自己还查到国际事务现在全世界都在关心我们台湾的国际外交，对不对？那你首都市长难道你不能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难道一定要成为猪队友吗？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后来去调查资料发现，蒋万安动上任到现在，台北市的国际事务委员会一次都没有开。我本来还只是单纯想说去了解一下他们的会议纪要到底做了什么，到底做了什么，结果意外发现这个会议一次都没有召开。110天是快4个月了，快4个月了。我们一般来讲，110天了，你忘了我们是12月25号就就职，你们都算错了。没有，没有，那他表现应该要更好、啊。110天是事实了，这是可以去算的了。对、啊、但我想最主要，无论你是3月，无论你是3月10天，到4月3号是100天。所以应该是117天的啦。哦，117天，那更长。所以我们说110没有问题的。今天是第118天。今天第118天。谢谢我们国民党籍的议员。那等于4个月120天嘛？假如以30天来算，4×32就120天的啦。所以谢谢慧珠姐澄清，其实蒋万安花了更多的时间没有达成他的政绩。我还问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委员会啦，哈，像这一些啦，大部分都是最多3个月就要看一次。最长的3个月就要看一次，尤其像治安汇报是2个月就要看一次了、哦，所以很多都是3个月都要看一次，那已经4个月了都没开，这个好像也说不过去耶。所以很多事情真的说不过去、哦、所以我还是要提到这一点。你知道这个月初其实很少人会知道这一点，因为新闻没有报道很多。基辅的副市长有来到台北访问 哦，基辅的副市长，结果后来有见到蒋万吗？见不到。他在公开的活动还被赖幸德副总统、行政院长陈菊仁公开欢迎，说欢迎你来到台湾，台湾跟你站在一起。这样来到台北市政府，只见得到副市长，市长见不到。他来台北市政府就他来台北市政府，蒋万安没有接见他，怕中国生气。对，我不知道是怕谁生气，但是大家可以可想而知，今天中国国台上海市的市台办哦，是什么人选？是副局长陈菊的人选。怕俄罗斯生气。我不知道他怕谁，他可能怕国民党生气吧。Oh. 但是这个副局长，这个上海市的市台办的负责人来到市府见面，见得到谁？见得到市长，见得到副市长，见到6位一级主管。结果你基辅市的副市长，你只见得到副市长，你连市长都见不到。基辅是首都哦，是乌克兰的首都。上海不是首都哦，而且你要想。其实上海离这边多近，每年本来就有例行性的论坛，你基辅多难的才能来，人家还在打仗，
但是专程跑来台北跟台湾谈这个城市交流，跟台湾谈乌克兰跟台湾的关系，结果你市长见不到，你市长见不到，你只见得到副市长。不是市长见不到，是市长不愿意接见他啦。所以就是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以蒋万三人117天。我们看118天，看到的就是心中没有国际视野，心中只有两岸思维、啊。前后重数了，头尾要算起来。那个阿朱姐的意思，头尾要加起来。我们以前叫前后重数要加一啦，所以118了。好，好，不过直数问题，直数问题，直数问题。对啊，我们有把过年那十天先帮他扣掉了。这样子，其实我们都是从宽解读啊，而大家不要误会，你知道民进党团也不是要找他吗？民进党团是要点出问题，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天职嘛，对不对？其实110天哦，跟118天，不管怎么样了哈，总是将近4个月了哈。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觉得说，这个他有一些的确是螺丝没有拴紧了哦。尤其他的市政顾问竟然可以指挥局长，我怎么想都想不通。那我们的老朋友，哎阿爹啊，陈永德，听讲够叫市政顾问修理，哎，我怎么想都想不通呢？所以从这里来讲。涉宅议题，他一问三不知，这个都太离谱了。因为他当过立委，涉宅在立法院是国民党质询的重点。我不知道单单为了这个去报告多少次了。他也来质询过，哎，他竟然说不知道啊！你来质询，质询完了，你把你当时质询的讲出来不就好了吗？都忘记了，哎，这个是比较离谱的。阿朱姐，哎，这涉宅问议题，你在洗起来，我要离谱呢。这个我觉得蒋万安昨天我给他80分以上的成绩，我觉得已经表现非常好了。那我自己当过议员，当过立委，我后来去台北县当观光旅游局局长，第一次上备询台，虽然我也准备得非常充分，也对答如流，但是心里还是会紧张。所以我觉得说，以蒋万安来讲，他第一次上备询台，紧张是难免的。我们想想柯文哲第一次第一个会期哦，他不但是说跟议员呛下拍桌子，还动怒，所以比较柯文哲，我觉得蒋万安表现已经非常好了。哇，你这样说，我不就100分，我自己报一个。哎，我当部长一上台，什么都问。哎，我是当部长没多久就马上上台。那你100分，蒋万安80分嘛，哈。啊，我看他80分都没有啦。另外，我觉得说，我觉得他没有80分。刚刚讲到涉宅不懂，我觉得这个也是夸大其词，因为他问得很细。问他一些户数，完工的年限，因为我们的社宅，我们有1-2万户啊，有几十个地方啊。如果要去问到这么细，我觉得蒋万当然没有办法记住每一个社宅他到底有多少户，到底什么时候完工。那个议员应该是做好准备，尤其他问他自己万华地区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说他一个什么都不懂哈，说社宅都不懂，我觉得也有一点太那个。怎么讲？对蒋万安是有点不公平哈。基本上，我觉得说其实阿朱姐，我忍不住讲一个万华的事了哈。万华的社宅，就在环河南路哈。那一个社宅是我们中华民国社宅里面唯一到现在为止用预筑的。预筑在现在来讲是属于高科技的，而且预筑它的那个就是它每一坪的造价。是比其他的工法更贵，是最贵的工法，是很棒的。这是当时我批准的，我把它批在万华，因为我台湾公安你来批，我帮干了。你批准，你当然知道。所以不是我批准知道，因为我要指的就是说，像这个，你当市长不应该不知道，你已经120天了。没有，他问到说每一处的社宅完工时间跟户数。我觉得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记得那么细。那为什么局长也救火失败？这个局长东西可以拿上去吗？这个局长很有意思，这个局长是新人，他也没有到这个议会备询的经验，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时候该上去做这个提醒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说市政府在第一天，不过他总是难免。我印象中市长他的咨询台上面是有 monitor 的啊，他的局长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东西给他？这个局长会失职，如果这样失局长失职、哦。我觉得局长本身呢，可能比蒋万安更陌生，因为他们以前蒋万安至少还当过民意代表嘛，那些局长都是新局长，他上备询台的经验也不足。那刚刚讲到说那个书架哈，我今天也特别去问，它是一个架子哈，那放的是蒋万安的笔记本，蒋万安对我们的施政报告哈，然后我们的 PowerPoint 他都很熟悉。那他自己还另外做了很详细的笔记，写的密密麻麻，所以有一个价值来看。那被大家质疑以后，今天
质询的时候，我再去看，他们已经把那个书架跟那个笔记本拿走了，变成一个这个iPad 哈。哦，对了，我觉得这阿尼玛卡差不多，就是要懂得操作了。我觉得幕僚哈，幕僚也在学习讲团队怎么去帮这个市长做好这个备询的工作。其实用书架。用这个纸本，马英九也是这样啊，哈，马英九他马英九没有书架啦。马英九他，我印象中我以前有咨询他都没有书架啦，没有啦，没有啦。到我的竞选总部帮我讲话，他都还有一个架子，还要 有一个。他喜欢拿笔记本是真的。对对对，他这个我们马英九的确很喜欢笔记，有笔记本。对，所以但是我记得他答询没有书架啦，因为我以前的咨询过他。他连帮我做候选马英九讲话，他那时候也没有 iPad 啦。马英九哈、帮我哈、做这个候选人的讲话，他都要有一个架子。我觉得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哈、基本上我觉得说，我们是六十几个议员，每个人挑他一个小毛病，我们每个人记一小块的市政问题，对了，都可以考倒他。但是市长要叫他在一百多天面面俱到，我觉得是有一点刁难他。我们比较其他的市长，我觉得他已经表现很好了。假以时日，我相信他会更娴熟。特别我觉得说，他昨天哦，碰到这个林彦凤，稍稍有一点点的情绪不稳。那我后来是接第二棒，我就给他一点时间。我说，市长，你刚刚有点情绪上来，你要不要回答一下你今天在那边备选的感想？他马上就缓和下来、所以我觉得他的 EQ 还是不错的。那我觉得说哈。刚刚林彦凤讲到说那个卫生局抄袭的这个事情哈，我觉得当然这个绝对抄也就算了啦，最主要是年份都没有改，这个才是问题。这个是卫生局的问题。那蒋万安他当然有看过卫生局的报告，可是他不可能看到去年柯文哲市长时候卫生局的报告，所以我觉得是卫生局自己要去负责，不能把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我是可以提的哈，我是认为说卫生局。局长要负责，但是如果那个年份没有注意到，那真的是蒋万安应该讲说啊，那个我疏失没有注意到，其实一句话就过去了啦。因为那个年份是比较不应该没有。不过我要再提一句话啦，我记得我接任内政部长的时候哈，一直到这个立法院备询的时候，在寡顾娘不到两个月，内政部的工作会比一个台北市政府少吗？我也不相信啦。所以我要提的是说，其实准备的时间蛮重要的，但是不可能让你那么久，120天，还说我还是新手，还没准备好，这个讲不通啦。不过还是一句话啦，其实我在答询也没有100分啦，所以我意思是说，讲完没有80分啊，意思是这样子的。我意思是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他80分，那我不就100分？事实上我没有100分嘛，所以他应该也没有80分的。不过从这里来讲哦，有没有补充来简单来？其实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陈局长卫生局长其实有出来回应这件事情、他也坦诚就是有抄袭的问题，然后有道歉的。哦，有这样就好了、他有反应，就是说确实有抄袭，也给官员一个机会啦，他有道歉我也觉得就好了，是因为毕竟卫生局写的你说、完全市长要从头到尾都那个，其实也有时候强人所难、不过年份这一部分我是觉得市长要负责的，因为年份没有改这个就比较，但是市长要负责以外，我觉得他的秘书要负责，因为这些东西一定是秘书先看给市长，市长才去处理的嘛。卫生局长自己要看啊，对，卫生局长你的那个年份错了，你都把他送到市长那边去，那卫生局长当然是他自己要负责任的。所以我说嘛，我说如果有道歉了，我想也就接受，希望以后不要这样子了。不过这样子哈，亲王，所以从这里来讲，我常常讲一句话嘛，哈，是马是驴。牵出来溜溜看就知道嘛，看起来他不是马嘿、他姓蒋，他不姓马，他若姓马就糟糕了。我在讲 能力的马，不是那个马。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反映在之前我们在谈的一件事啦，他的副市长太晚上任这件事情，对于他要认知市政工作一定是会有耽误的问题啦。你去想想看，对于这个蒋万安来讲，之前我们就一直在讲一件事，他的副市长，你其实副市长台北是几个副市长，这些副市长都还有自己要督导的局处，那透过你的副市长去了解各局处业务，坦白说是最快的方式啊。你少了一个副市长，坦白说就少了一个帮手，这是事实，人力上客观来看，数字上也是事实。所以对蒋万安来讲，你可以发现当时的政治考量其实就已经种下了一个让你后面跟市政衔接的时候会比别人慢的速度的一个事实嘛，这是第一个要讲。
讲的。第二个，你再去看另外一件事情，对台北市市政来讲，对虽然很多，可是对一个市长来讲，你一定有你施政的重点。什么意思呢？如果蒋万安的市政的重点在对他来说，社宅是很重要的项目的话，那其实对他来讲就不应该这么的不熟。哎，你知道今天我在看到议员在质询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看起来我也觉得他怎么会跟这块那么不熟？比如说像他今天那个谁刘耀仁在问他关于西宁大楼为什么要改建的问题，这个事情你知道他在问蒋万安的时候，蒋万安回答说是因为过于老旧的关系。哇，你去问台北市很多房仲，台北市很多房仲应该都知道西宁大楼要改建的问题是因为海沙的关系耶，不是因为它过于老旧的关系。如果只是因为过于老旧的话，台北市真的很多大楼都要改了。所以啊，这个蒋万安就是啊、哦，立委都当过了都不会回答，你就讲担心是围绕，哎，围绕不就是八卦在内了吗？因为围不一定老，老不一定围嘛。你就说围绕这样，吼、哦，这实在是有影、哦，表示哈、哦，来被攻一勾一啊，后来但表示说他没有准备。但是市长记得每一栋大楼哪一栋是海沙屋，我觉得也有点困难、啊。他至少他讲说这是围绕，但是它是指标了。譬如说，他那个是指标，市长有时候也不能不知道。指标性的建筑他也不能不知道。我们讲指标性的海沙屋很多栋，哎，不是一栋。但是这个指标性的话，他其实不能不知道。像今天也是提到西宁国宅也是啊，西宁国宅总不能不知道吧？对不对？这连台北市在讲任何的灵异传奇的时候，都会提到西宁国宅，两个字围绕就好了嘛。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对啊，就讲我讲的丢嘛，围绕就好了嘛。你想围绕，搞不好要刁难你的人还是会骂你一顿。不会啦，围绕围不一定老，老不一定围嘛。哎，当然也有又围又老的嘛，对不对？哎，我在立法院，他们不是问我就这样回答。国民党的立委党干嘛讲？哎、欸，没错，保定的公料对哦，就是这样子啊。对啊，我怎么会刁难你？没有人刁难啊。所以他去问到西宁国宅的时候，对于西宁国宅要怎么改建，然后需要花多少时间去做处理，这个事情你总不可能不知道吧？哎、欸，这个多指标哎、欸，就像我刚前面在讲的，连谈到灵异传奇的时候，谈到鬼故事的时候，都会讲到西宁国宅。你说市长对这么多栋确实都不熟，这也没关系。但是对于指标性的或是一般台北市多数会关心的那几栋的建筑，你总是要知道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是看起来蒋万安在这上面呢，之前的准备，然后跟我们讲他政治上所种下来的那个因子呢，两件事情都影响到他现在的表现。其实已经他自己说啊，他当议员不，他当市长前两年都乱乱做啊，他自己承认啊。你不能去比那个乱乱做的嘛。他逐渐分，他逐渐伟大的地位，他以为他是素人去当市长啦。我两个政界不能这样比啦，何况那个已经四个月了，讲实在话了，四个月很多地方没有上轨道是比较说不过去了哈。啊，有一些是因为细节，那细节如果真的很细的话，你要市长什么都知道，我觉得这个强人所难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局长就要上来把这些细节告诉他，所以但是大方向要知道，但是从这个回答之后，他大方向也没有很清楚。不过在这里大家看，蒋万安他昔日提说中正纪念堂啊要转型，结果没有进度，所以许家北都轰说你不要开空头支票。但是呢，他竟然回答什么？他回答说这是属于中央职权啊，属于中央职权。你在选举的时候，你跟人家提什么政见啊？如果不是你台北市政府可以做的，你跟他提什么政见？所以这个，那你欧北共啊，所以预算啊，这里是欧北共啊。对啊，他在选举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立法委员的身份。作为一个立法委员，他谈这个中正纪念堂，还有没有？不能啊！行政起义，这次还是利用副市长，他可以开行政院院会，他可以去跟行政院长反映，可以跟文化部长反映，反映完之后要求文化部要列案，列案之后你市政府配合里面去推动嘛。你如果有做这些，我可以说好，我可以原谅你，因为是市长的东西。但是他有没有去所谓的行政院院会提这件事情？没有，看起来是没有啊。不是立法院院会啦，不是行政院啦。立法院，因为我是说他现在是首都市长，哦、你是说他是参加行政院会？对对对对对，他是可以有提案权的，对对对对，他是可以在行政院会提案权，他也可以私下跟文化部长谈，因为他有去参加行政院会，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应该把它列入政绩。我相信行政院、文化部因为长期以来要推动转型正义，他也愿意配合台北市政府来推动这件事情嘛，把所谓的蒋介石文化馆改成所谓的经济文化馆嘛，这个是大家乐见的吧？不管是什么样，所以一句话了，意思应该这样讲。他到底纵然属于中央职权，你用市长的身份去参加的行政院院会，因为他是列席，你既然去列席，那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在
列席的时候，在行政院会提出来说，我们愿意配合中央，希望大家一起来怎么做？他有没有讲？没有，没有嘛，看起来是没有嘛，看起来是把他推到中央，一推二五六，然后跟谢国良一样，勾勾勾，政界也是推到交通部嘛。所以国民党的执政，我觉得蒋万安是这样，可能在看哈，蓝公以前在议会哈说说某一个局处叫楼柱嘛哈，也用顶哎，他就觉得啊，这次的楼柱是侯友宜，不是我，是这样，所以没有准备，完全没有准备好，就直接通通来上了。你不能跟柯文哲比，柯文哲是素人，那我要讲的是说表现好不好，已经过，已经都下来了，就不要跟他比了。对，表现的好不好，看王世坚送的礼物就知道了。王世坚送的礼物越好，越大件，成本越高，就表现好。那王世坚如果他的礼物是今天只送一只什么螺丝起子，那表现你表示你只是你就是表现不好，好不好，而且加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说到台北市长，有个人当过台北市长，那个人叫做马英九。我刚刚说四马四驴牵出来六六的看就知道，指的是能力，不是马英九这个马。不过我们看到马英九他去中国祭祖的这个已经被卷入了中国的大内宣，哇，那这下子对马英九来讲，你应该出来谴责吧？我们看个相关报道来。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微博上的最新影片，千里已跌出不少，内容堪称失落大片咒片，连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也入境。匹夫不二，兴亡志，一统家国，唱罢歌。仔细看这画面，其实就是马英九日前访问中国到南京中山陵献花的影像，搭配上一统家国等大字，还有红色的中国版图，连台湾都画进去，飘散浓浓统战味。我觉得马英九前总统去，那被他当作统战的工具，回来之后再用影像跟压制再羞辱他一次，这个不是羞辱马英九前总统啊，这是羞辱全中华民国当初支持他或所有全中华民国被他代表过的国民。前亲民党文宣部副主任吴坤玉甚至直指马英九的中国行除了祭祖还有政治目的。听说是李显龙牵了线，因为蔡英文去美国，所以习近平这边他没有办法下台，嗯，那为了给老习一个面子，就把马弄去，嗯，啊，起码给他做一做新闻啊，至少对国际宣传说，你看现在总统在美国，但前任总统还是我的。吴坤玉的爆料，马办不以为然，批评吴坤玉异想天开，贻笑大方。但马英九成为中国解放军的统战工具是事实，台湾史上第一位卸任总统访中，话题满满。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新闻报道，共军武统大内宣的影片里面，哎，武统哦，惊见马英九身影，他要武统台湾的大内宣里面把马英九剪进去了，剪进去什么？他在祭祖啊等等，这些都要剪进去哈。中共蓄意制造台海紧张，为期三日的联合利剑对台军演才刚刚结束，共产党十二日又透过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官方微博晒出大内宣的影片，甚至妄言要一统国家唱大歌。最令人唏嘘的是，影片中竟出现马先生前总统马英九的身影在这里。啊，这写什么？匹夫不二，兴亡志啊，这个共产党写的这七个字哈，讲实在话，哎，金牌该水哈。不过，哎，彭孝哥怎么来看马英九去祭祖被剪进他的武统大内宣？哎，马英九有一个这个昵称啊，我不要说是绰号了，昵称了啊，就说马根正，对不对？慧珠是不是啊？因为马英九经常会干根正啊。嗯，有时候人家跟他讲什么啊，或者你排队没排好啊，他就要更正，嗯，对不对？所以他是很在乎说这有没有按照啊他所律定好的事情，他是一板一眼的，对不对？结果这么大的事情，哎，你马英九说你不好意思出来，你马办总要出来更正一下嘛，对不对？你用了我的肖像权呢，对不对啊？你把拽剪到这样的一个敏感的话题上面，这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当然，也许啊，它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跟解放军讲，不要紧啦哈，咱伫台湾哦，有人呐、啊，弹死虎将以迎王师啊，啊，所以我们只要上岸啊，自然有人啊会接应嘛。他的想法叫什么？就跟普丁的想法一样啊。
啊，普丁也是当初也这样认为啊，所以我们的钢铁大军，只要啊进入了乌东，进入乌克兰以后，一定有很多俄裔的这个乌克兰人啊会出来迎接嘛，对不对？那么说实在，今天我们在马英九的整个行程里面，我们就感到很悲哀的一点啊，到底马英九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他一心想说啊，一个中国啊，不管你说是啊是中华民国也好，什么国也好，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中国的支持者啊。但是问题在于说，你是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要台湾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个人有你的所谓家国情怀啊，有你的什么但是你的事情呢，对不对？你不要拉着台湾啊跟着你一起去嘛，对不对？所以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啊啊，现在已经到什么全世界都在什么抗中保台啊，你看到没有啊？连啊跟啊另外一个小马哥啊，像啊法国的那个小马哥马克龙啊，马克龙啊，他讲一句话说：“哎，台湾的事情啊，我们不要去参与。”他被骂死了啊！结果你马英九没有一点这种的感觉吗？没有一点自觉吗？你跟世界的潮流，你跟台湾主流民意都背离了。所以我觉得这点啊，真的是很令人失望，而且真的是啊，看啊，是马是驴啊，一看呢、啊、就知道。不过他还是姓马了。不过我要提一下说，马英九他的祭祖被捡入了大内宣，我要想起敦化国小接受中国电视台去唱《两岸共同一家人》的这种歌，然后再来这个蒋万安还没处理哦，大家记住，我们这个台北市议员记住这个要盯着，然后再看看中国禁航通告，空中27分钟，海域6个小时，这已经被一拍开始说要3天。被骂死了，所以我们再看看对中国抱负面看法。这个是啊，美国的一个民调，对美国智库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对中国抱负面看法的有83%，视中国为头号敌人的有38%，忧心台海局势严峻的话有84%，所以大家是很关心台海的。访谈对象超过3500名美国成人，所以这是一个啊有相当可信度的一个民调。所以从这里来看，怎么来看马英九被卷进去这一个大内宣？他应该要抗议吧？不是。从马英九到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他就是中国的工具人。而且你去看一件事情哦，马英九如果主动希望中国去帮他安排这个所谓的祭祖之旅的话，这是马英九自己可以要求的吗？不是，因为今天传出来是由新加坡的前总理李显龙帮他做安排的，而是他在中间牵线的，他帮中国告诉马英九你应该要到中国去。换言之，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就是叫马英九到中国来干嘛？用3个字来形容，就是工具人的角色。好，那刚刚勇哥所提到的那个影片，说马英九被剪进去里面中间那一段，你知道发布这个的东部战区，东部战区现在是对台湾进行哦，不管是军事上的侵略，或者是我们说这个新认知作战或心理作战，最重要的单位就是东部战区。所以东部战区有自己的一个微博账号，然后东部战区又有自己的融媒体中心。这个你想想看哦，这个彭孝哥就知道了。我请问你，军方为什么要搞一个融媒体中心？这个融媒体中心告诉你，就是他就是拿来打认知作战跟心理战的单位嘛，他有自己的媒体单位嘛，所以他把马英九到中国的整个祭祖过程里面，他在剪进去他所做的一支新战喊话的统战影片里面，他把它做到里面去的时候，他就是要告诉你什么？各位，他那一支影片的前几支影片是什么？对台湾的利剑演习，对台湾的环台军演，前面都是这种所谓的武吓的影片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武统的大内宣，马英九被剪进去，他怎么不抗议呢？是，所以他一开始就要把你当作是工具人的角色，拿你来当作他的所谓的这个心理作战的一个重要的道具。那换言之，他一开始人家就做这样的打算，他从头到尾就吃你占你便宜嘛。大外宣的部分拿你来对国外说，对不起，做这个。台海问题是我们的内政问题，所以呢，你看马英九都来了，都证明这是内政问题，所以大外宣可以用，大内宣也可以用，原则问题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混淆。这个对国台湾我们国内的民众来讲，这是不可以混淆的呢。当然，连对国军来讲都不可以混淆，所以国军不能混淆台湾人民，因为他是要武统的大内，武统哦。如果你说是和平统一，那你说啊，马英九，我希望和平。